官问到说，你的论文是在哪里写的？林志坚就说，我的论文是在研究室写的。大家不是就在网络上嘲笑就是林志坚，可是其实林志坚可能说的也是假的。在职专班的研究室只有一间而已，有谁能够证明林志坚常出现在研究室吗？大家只在林志坚应该出席的课堂上看过杨林仪而已啦。当下就应该要问他，请问是哪一间研究室？就应该要直接问他，因为如果问他，他说不定他的谎言就被拆穿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超瞎的。大家记得吗？那时候小智的案子开庭的时候，就是那个著作权的官司，有被法官问到说，你的论文是在哪里写的？然后呢，林志坚就说，我的论文是在研究室写的。好，然后大家不是就在网络上嘲笑就是林志坚，就是觉得超好笑嘛。可是其实林志坚可能说的也是假的。我就问，林志坚是在职专班的嘛，对不对？在职专班哪有研究室啊？在职专班的研究室只有一间而已。然后我就问林志坚，你可不可以说明有谁看过你，举出因为你写论文，如果你在研究室写的，你应该会有蛮多的。像我之前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同学他们在研究室都是常常会碰到嘛。有谁能够证明林志坚常出现在研究室吗？没有嘛？他到底什么时候常在研究室啊？大家只在林志坚应该出席的课堂上看过杨林仪而已啦。没有，很多人在林志坚应该上课的课堂上面看到杨林仪也一起在上课，然后林志坚没有来，可是没有人看过林志坚出现在研究室啊。或许他有去过一次或两次，我不知道，但是我很确定他没有常在那边，因为他是在职专班的，他不是一般生。一般来讲是一般生才会去研究室，我自己像我后来念在职专班，我也不会去什么研究室啊。所以我就说，其实当下就应该要问他，请问是哪一间研究室，在哪里？就应该要直接问他，因为如果问他，他说不定他的谎言就被拆穿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超瞎的，就是好研究室，所以他后来才补说在台北跟新竹，因为他或许他去过一次或两次研究室，就是进去打哈哈那种。可是你说他的论文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研究室写的，显然会是一个谎言，因为他是在职专班的学生，而且经常，我有人证知道经常待在那间唯一的研究室的人是谁，他并不常看到什么林志坚，是没有看过的。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是之后我觉得在法庭上面说不定他们还会再激辩下去，然后成为一个破口。所以说谎的人啊，说了一个谎会说更多更多的谎。那林志坚的议题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说谎，然后让他延烧下去。所以我觉得郑文灿还是比较聪明，他就默默说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就结束了嘛。可是你看林志坚跟陈明他们这几个人，他们就硬要这样子干，所以呢才会导致，陈明通也吃定了，他觉得于正煌是他的学生，再怎么样在道义跟伦理上面都会被他情绪勒索，所以不会对老师怎样，所以他才会一直在一些事实上面另外编造一些谎言，把它变得两分真八分假，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事实。所以陈明通真的是我觉得人品非常的糟糕。昨天法官问他说，那你论文怎么写的？他讲得很委婉很含蓄啊，讲说我是在台北跟新竹写的 啊我是在研究室写的啊。法官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写的？他也讲不太出来，他顶多只能描述说我就是在两个地方写啊。那针对昨天林志坚在庭上是喊话说自己没有抄袭的这个动机，而且也没有必要抄袭，所以当然没有认罪的必要性，那这部分于正煌他自己是怎么来看他这样的话呢？基本上齁，有没有抄袭动机跟实际上有没有抄袭这是两件事情啊。用没有抄袭动机来抗辩说自己没有抄袭，这个是逻辑上的混淆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怎么会没有动机呢？大家都知道写论文的动机是什么啊。写论文的动机当然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拿到台大的硕士学位，这样我的学经历就漂亮一点啦、然后我在未来的选举上面，我的胜选的因素就大幅提升啦、这不就是两本论文在研究说林志坚为什么胜选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于正煌为什么会研究他胜选的原因嘛？那他为什么要研究蔡仁坚胜选的原因嘛？然后再来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学经历之后，你将来在党内竞争者的这个一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你当然更能够脱颖出现啊。
好，然后甚至于就是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啊。好，我想这个写论文的动机其实很明确啦，好，就是要好好轻松的，然后能够比较顺利的毕业嘛。好，那所以当然还是有抄袭的动机啊，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混淆的说法啦。好，他其实应该要直接拿出一个证据说，哎，这本论文甚至是我亲自写的，我在写的论文过程里面呢，我找了哪些资料，然后我的每一次每一部分的写作过程，好，我要怎么跟老师讨论，然后我提出的那个底稿的内容是什么，好，他到底赢了哪些文件，看了多少书啊，对不对？我想有写过论文经验大概都知道说能够多少描述出自己写论文过程嘛。但是我们看昨天法官问他说，那你论文怎么写的，他讲得很委婉很含蓄啊，他讲说我是在台北跟新竹写的 啊我是在研究室写的啊。然后法官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写的，他也讲不太出来，他顶多只能描述说我就是在两个地方写啊，对不对？然后并没有针对这个论文写作过程的一些细节再做任何一个具体性的描述嘛。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本论文他到底有没有写，或者是说是不是假他人之手，这个其实也很奇怪啦。好，到目前为止其实从林志坚的说法我们并没有得到澄清。好，那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是说，林志坚的讲法是说我没有抄，我绝对没有抄，我是自己写的。好，可是照林志坚委托律师目前的抗辩，他们是一再讲是说他的论文里面涉嫌抄袭的部分是原用105年2月1日呢陈明通寄给林志坚的秘书杨林仪的档案里面就有的部分啊。那如果是这样，难道这本论文是陈明通老师帮他写的吗？所以我觉得林志坚律师本身现在的辩护的理由跟林志坚昨天本人讲的讲法好像也矛盾啊。对啊，因为不是你自己，你说你是自己写的，可是问题是你的档案又是陈明通老师寄给秘书的档案里面都有的，老师提供给你，难不成这些重置的文字都是陈明通老师帮你写的，对啊，所以这两个说法本身也是矛盾的啦，所以我觉得始终还是在混淆，没有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了。